什么声音？不知外面发生何事，且出门一探。师兄说过，此处从无外人，这些黑衣人是如何闯入的？你们受何人指使，竟敢擅闯侠客岛？无需废话，直接干掉！岛上来了外人，须得尽快去告诉师兄。主人有命，格杀勿论。我已将其重伤，速速。你们休想！
哟，叶大哥。晚辈，不错。我不是每个人都。来吧。不错，傅大侠，你年纪轻轻，我这儿有本事，晚辈定会。叶大哥就行。此处曲径通幽，却不知是通往何处。我带你去见一位故人。故人，那一定又是一位十分厉害的大侠吧？故人一去多年，我已许久未同人谈起他了。临走之前，我想和你一起见见他。这是昔日，我知道。师兄，我们不认，我不怕。我知道。好。师兄，叶南飞也是你的好友吗？是的。我初涉江湖之时，他是第一个给我勇气和信念的人。师兄放心，我一定会走出一条属于我的路。少侠，一路风尘，来喝口茶吧。再撞窟窿都要撞。这位不是你师兄、不急，趁秦桧之盛，轻。江南的风景，还是在高处看更为壮美。少侠来此处，与我共赏如何？那人是……算了。还是先去前面找他聊聊吧。这青龙会原来是蓝师兄，苏师兄会有人告诉你。极目远眺，经脉中。奇怪，蓝师兄呢？蓝师兄大概已经走了，只能自己去找那个酒楼和赵姑娘了。前面有个神刀门的小师妹，过去问问。这位是？我当然知道，从这里出。这、象棋、好吧。这里竟然有只小猫，真。先沿着这条路向前走走看吧，但愿那个小师妹没记错，正骨楼果然在这儿。不知婉儿姑娘在不在里面，先进去看看再说。哎，前面怎么乱哄哄的，发生了什么事？都起来。凭什么你说包就包啊，简直不讲。要吗？几位是想在我大宋土地之上？我们的小姑娘，那我今日姑娘小心，给他们点颜色瞧瞧。嘿，你们还敢喷笑？看我大辽帮的侍卫，给你们点颜色瞧瞧。
我姓赵。多谢少侠。赵婉儿，原来你就是那位少侠。劳烦姑娘，此地的四鳃鲈鱼极为美味，少侠想吃什么？江上，对了，若说青龙会与天风盟是天下至强的盟会，那孔雀翎便是天下至强的暗器。原来关于孔雀翎之事，参见此地都属万死的是官府之人。少侠，婉儿姑娘，方才那捕快对你毕恭毕敬，难道此地人多耳杂，我的事一会儿自会告知少侠。再往前走便是钱塘桥，站在桥上可以览湖中美景。婉儿姑娘对此地十分了解，想必不是第一次来了。孔雀翎乃天下，如今孔雀翎，此地风景的确十分宜人，想必乘船游于湖中更是一番享受吧。如果少侠喜欢，我们多游一会儿也无妨。多谢婉儿姑娘。少侠不必客气，快看，我们马上就到了。奇怪，这儿怎么没有船家？船家，船家！四面荷花三面柳，在下姓各位，阁下是丐帮弟子。丐帮弟子，那就好办了。你瞧瞧这人，我去找船了。两位在此稍等片刻。好。两位在这儿等什么呢？再说了，婉儿，有钱了，有钱了，这些钱够买好多好吃的，这下阿猫他们不会挨饿了。少侠，站住！说。光天化日欺负人，你也太……这位天香师姐，你骗他？他，两位先慢慢聊，我先告辞了。他若不是……对呀，我去追上他，问问清楚。站住！哼，想追上小爷，可没那么简单。你来追我呀？嘿，小爷，我就先……你是唐门的人，时也运也。唐，小宝哥哥，那边怎么有个小乞丐？先过去看看再说。小宝哥，今天的钱，乞丐银子算我的，我是天香弟子。这胡小宝劫富济贫，姑娘何必伤感？堂兄经常与别人切磋武艺吗？当然不会。我只与合乎我意之人切磋较量。如此说来，在下受堂兄之邀，自应感到庆幸了。我看人一向很准，少侠虽是初涉江湖，日后却定会大有作为。武艺切磋，点到为止。少侠，请。少侠加油。
少侠好身手。少侠的武术诀窍吗？长魔自有。还有一式。我先回去。少侠，那个人姓唐，具体叫什么？那人、啊、没想到那个神刀的小师妹竟还卖了个关子。对了，婉儿姑娘可知道谁会在码头等我们？一时还想不起来，不过此地离码头还不算远，我们骑马一会儿便到，到时自会知晓。嗯，这小灰马感觉还不错。那个神刀的小师妹还真会替人着想，不仅帮人传话，还要送人马匹。日后再见到她，定要请她大吃一顿。那到时可要叫上。滚开滚开！普天之下莫非王，有死你！手下败首领。那有点本事，看来。